Ay, oh, ma. Ay, oh, ma. <笑>哎呦我的妈！好累啊，累死了！哎呦我的妈！可以。
看到这位主人正在看电视，可突然旁边的二狗子手贱的按了一下遥控，只见主人顿时给了他一大逼兜。这时候的狗子已经心生恶念，并且似乎在谋划着什么。突然狗子把桌上的水果拍到地下，趁主人弯腰下去捡苹果的功夫，狗子立马把自己的屁股对准了主人抬头的必经之路。只见主人在起身的那一刻，狗子发射了他的生化武器，主人闻声而退，估计这味道能让他一整天都难以忘怀。眼前这个二狗子正在丑陋的躺在沙发上享受，主人刚好回家看到这一幕，气愤地数落了他一番，并且呵斥他赶紧运动起来，不要像个猪一样。狗子愣了一会儿，屁颠屁颠的起身，直接跳到桌子上，不情不愿地开始跳舞运动了起来。此时主人见状才心满意足地坐下，但主人并没有就此放过二狗子，喋喋不休地在一旁继续着他的逼逼赖赖。狗子心想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搁哪叫喊啥呢？只见狗子跳起来就是一脚过去，完事后狗子还给了主人一个鄙视的回眸，心想老子不发威就不知道这个家。我出去拿个东西啊，你帮我看一下狗啊。你看这个狗怎么样的啊？这狗东西真的是，这是你搞吗？哎呦我的妈！都是你搞的，都是你搞的。鼓掌看狗子的反应。